南美工大里期嘛，哈，我们来讲嘉义好。那我跟嘉义是比较多的认识，是因为在做社区之歌，所以我才觉得我对嘉义是多知道一点哈。那不然大家都是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比较清楚。那如果离开我们生活的周围，大概有很多，你可以去问一下哈，很多他会答不出来哈。譬如说，你讲怎样？按下注意的，在，按下注意的，你国姓闭嘴，其他的，按下注意的，但是你，我国姓我就说了你闭嘴，你，请闭嘴，闭嘴，我知我是要去叫我讲，你是老嘉义嘛？哦，那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因为你有在做社区，你有在做一些东西，那你在推了很多的影片，所以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，那就是要称赞一下国姓，这得让我们在国姓中栽的地儿哈。啊，还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嘉义有被列为保护的树？老树，可不可以举一棵就好？哪里的？那个鸟笼，鸟笼啊。鸟笼那个在什么位置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公园，西区那个。对对，还不错，在留错。哦，留错。那事实上，你刚刚听的第一首歌就是在讲那棵树。好。那为什么会选择先？介绍这个部分，因为最近不是在很流行爱假币对吧？好，那最近有很多的稻田被非法征收，不合理的征收的部分，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先来讲没有谷子的不平分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有没有人知道不平分是什么？应该哈，好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代沟，谷仓吧。是谷仓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对哦，真的、哦。加油啊！谷仓是让它有被改造哈、哦。嗯，对啊，有被改造成什么？哦，民宿。哎，是，还有，哎，这个很上道哦。还有呢，你要改几天特写？没，来，赶紧拖一拖，都连够就改。没，那个古亭本有什么？有被改造成什么？民宿？还要再第三次吗？不用不用。又被改造成民宿。还有呢，想一下，它的造型哈，其实我非常喜欢它的造型。还有吗？放酒的地方。酒就没听说了。酒窖。但是，它曾经有社区用它的外形去做了一个每个人都要去非常厕所，是的，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厕所呢，在园林仔。也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个社区哈，那园林仔把它做成厕所哈，那在文化中心那个拐角，毛巾店，对，白色。啊，但是你这样你可以看到哈，它正是因为它的残破不堪，所以让你很清楚的看到它的内在。所以你当看到的是什么者？对，竹编加泥墙。好，这是一个竹子编的。好，那这是泥土。好，那当然这是木头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我们老家里面也不要当经理，我电视起来以后开一个套件跳，中间的那个我们两边就好提干嘛。我有稍微调一下，会让你们看到比较清楚的部分。他会讲说他怎么做，古丁们怎么做。那我觉得这个值得保存，是说他老鼠不容易进去，他不需要一些人为的保存方法。好，那刚刚这个洞哈，它是有板子一层一层隔起来。当我把我的谷子收藏进去的时候，到了一个。好比说我一点巧克力的看或者几个房子给给的哦，一边放一边叠高，一边放一边叠高，那我谷子收的越多，那个板子就会架得越高，它就是像一个门这样子。
那结果他没有移，就把它移过去了。没有，机会就没有了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它的制作有一个阿爹来讲，他是制作哈。那我觉得制作这个对我们来讲，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。好，偏天要地雷，它不容易保存，因为已经没有在使用了，很多就是变成一个废弃的东西。那可能有些人不是放骨子，他可能放一些，弹吉枪，以前他们不是放这个，他们就是放。好嘞，我刚刚讲的那个板子就是长这样子。那再来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《社区之歌》那个歌词的创作是怎么来的。那这个社区呢，他们有固定的活动日期，就是每个礼拜的二跟五。那这是我参观过的社区，很可爱的一个社区，就是说这边的居民都蛮大方的。